是一公斤情况下加了蟹硫环喷流水的高度，我再测一下两公斤的。只有两公斤的这个加了硫环测的高度。三公斤来了，我先试一下，试一下三公斤的。你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压力还没上来。2.9，2.9，可以吃。然后还是这么高。还是这么高。对。就两公斤。那达到一，其实我们压力控制之后呢，这个压力其实一直就变成一公斤了。那我再剩下四公斤。四公斤，你放下来。这流量没有什么变化。对，流量很没有变化，这个高度还是比较符合。